偏僻小路，人迹罕至，无名女尸惊现潮白河大堤。故宫的这是一死尸，尸体高度腐烂，身份无法确认，究竟是图财害命，还是阴情生恨？就是一层皮肤包着骨头。一次看似普通的朋友约会，竟会惹来杀身之祸。敬请收看本期《平安365死亡约会》。穿紧身裤呢？那桃树里边还是这个？不是，就这低沟子里头。哦，就这二沟子里头呢。2015年7月23日，河北省廊坊市大场回族自治县公安局接到群众报案，在潮白河大堤上发现一具无名女尸。我本来看您头这故事里头，我说是我的，看您这树沟子这是一死尸。发现尸体的时间正值七月下旬，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季节，尸体已经高度腐烂，几乎只剩下了一副骨架，面貌特征完全无法辨认，甚至连年龄也无法做出准确判断。很难，很难，就是说能确定他大概一个年龄范围，很难，比较难一点。腿部那个，这根柱子，小腿米字标志。从衣着上可以看出，死者是一名女性。除此之外，在现场周边很大范围内，警方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物证。尽管如此，民警在勘查现场时，对于死者死因的判断似乎并不困难。最主要的是头上面缠着胶带，咱们就肯定能确定这是一起杀人案。70厘米的骨头。根据死者头上缠绕胶带这一情况，可以认定这是一起凶杀案。那么，荒野郊外，这名女性为什么会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？又为什么会遭遇横祸？她的死究竟是仇杀、情杀，还是有人图财害命呢？西侧的树宽225厘米。发现尸体的位置非常偏僻，是一条平时人迹罕至的小路。如果不是因为道路施工，尸体恐怕很难被发现。由此，民警推测，这里应该不是第一作案现场。当时我到现场第一眼的时候啊，看以后呢，就感觉呢，这应该是抛尸现场。也就是说，被害人是在别的地方被杀害，然后凶手将尸体转移到这里。那么，杀人的第一现场究竟在哪里呢？潮白河是华北地区海河流域的一条重要水系，流经北京、天津、河北三地，其中流经河北省的这一段恰好形成了北京市与河北省的分界线。潮白河的东岸是大场回族自治县，而西岸则是北京市的通州区。发现尸体的地点恰好位于大场县境内，警方根据这一地理特点分析认为，这起凶杀案的第一现场很有可能就在对岸的北京市通州区。在地理边界的那边，和这个行政区划边界的那一边，与我这个联系就小了，他的心里的那种压力就小了。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推测，要想证实这一点，必须首先确定死者的身份以及死亡时间。找到尸源，就是说你这个破案的可能性就有了，你要找不到尸源，破案就没有破案的可能性。由于无法描述具体的相貌特征，因此查找死者身份的工作开展得异常艰难。办案民警以发现尸体的地点为圆心，划定了搜寻范围，对范围内派出所提供的失踪人口特征进行仔细的核对，同时向北京市通州区警方发出协查通告。只能说靠人走访所有的村庄，走访所有的工地，看咱们周边的那个走人口，只要是相似的疑似走失人员女性的，都要进一步的查看一下，看看衣着呀、身高啊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，走访工作始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，有关死者身份的信息依然没有获得。为此，办案民警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。案子接了，这么大案子破不了，压力比较大。案子破不了，这个怎么向老百姓交代？大场回族自治县地处河北省廊坊市的最西端，是一个只有13万人口的小县城。
突然出现如此恶性的凶杀案，对于这座治安状况一直很好的县城来说，实属罕见。一个俺们县相对比较小，再什么呢，这边的治安情况相对也比较不错，这种凶杀的或者这种抛尸的很少见。这种案子也十几年就碰上这么一起。由于女尸已经高度腐烂，面目特征完全无法辨认，于是警方从死者身上提取了 DNA 样本，提供给公安部失踪人口信息库，等待比对结果。漫长的等待，案件侦破毫无进展。 DNA 对比能否确定死者身份？他们有一个疑似失踪人员 DNA 跟你 DNA 一样。详细梳理死者生活轨迹，重要线索浮出水面。7月1号相对比较多的，然后7月2号没有。突然中断的通话记录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？平安365死亡约会正在播出。想要侦破凶杀案，必须首先确定死者的身份。面对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，这项工作异常艰难。大城警方只能求助于 DNA 鉴定技术。在公安部失踪人口信息库中，储存着大量失踪人口的基本信息，这些信息当中包含了失踪者亲属的 DNA 样本。如果发现了无人认领的尸体，则可以通过采集尸体的 DNA 与信息库中的 DNA 样本进行碰撞比对，一旦比对成功，就可以确定死者的身份。然而这个过程通常会比较漫长。这人员失踪了之后得2个月才能定这个叫疑似被侵害，然后他们转到刑警那边，然后再通过做 DNA，这就把时间就拉得很长了。警方的走访调查工作并没有停止，但是依旧毫无进展，时间在焦急的等待中一天天流逝。2015年11月2日，距离发现尸体的时间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。 DNA 比对结果终于有了消息。到11月2号，通州刑警突然给我来电话，说他们有一个疑似失踪人员DNA 跟你们 DNA 一样，当时我们高兴坏了。原来死者的亲属在与死者失联后1个月报了警，按照相关规定，2个月后公安部门提取了死者亲属的 DNA 加入到信息库中，随后与大厂警方提供的死者 DNA 配对成功，由此确认了被害人的身份。死者叫陈玉梅，女，46岁，河南省周口市人，无业，独自一人居住在北京市通州区。在确定了死者的身份之后，侦破的速度大大加快，民警立即对死者生前的各种生活轨迹进行了详细的梳理。然后他银行的存取款的交易记录，还有那个平常的划单，都是平常都跟谁打电话联系。通过详细梳理通话记录，民警发现死者生前的日常通话数量十分规律，每天7-8个电话，几乎天天如此。然而从7月2号这一天开始，这种十分规律的通话记录就此终止。7月1号相对比较多的，然后7月2号没有。陈玉梅十分规律的通话习惯在7月2号这天突然停止，之后她的手机就再也没有通话记录了。民警分析，7月1号这一天很有可能就是陈玉梅被害的时间。假如民警判断是正确的，那么7月1号这一天的通话记录就显得格外重要。于是警方对陈玉梅7月1号的通话记录进行了仔细的筛查。在7月1号电话进行调查以后呢，只有1部电话出现问题了。一个陌生号码，一辆神秘轿车，意想不到的陌生男人究竟是谁？身份证号是咱们大厂的身份证号，他现在的户籍在通州。
仅有的一次通话记录能够证明什么？这个电话是查不到所有人的。迷雾逐渐散去，真相浮出水面。平安三六五，死亡约会正在播出。7月1号这天，陈玉梅手机里的通话记录有7、8个，大部分电话都是陈玉梅手机通讯录里的朋友。经过对这些人进行调查，排除了他们的嫌疑，只有一个陌生号码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这个号码以前从未与陈玉梅有过通话记录，7月1号的这次通话是第一次出现在陈玉梅的通话记录中。有40几秒钟的通话，然后过了半个小时，他是一个主叫，有10几秒钟的通话。那么这个电话号码的主人究竟是谁呢？通过查询电信部门的登记信息，一个名叫王斌的人出现在警方的视野中。身份证号是咱们大厂的身份证号，他现在的户籍在通州，是通州的一个这个下工人。王斌44岁，是北京市通州区某企业的一名下岗工人。侦查员立刻对王斌展开有针对性的调查。经过调查，民警了解到，虽然王斌的户籍在北京市通州区，但他老家却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。早年由于顶替在北京工作的父亲，王斌将户籍迁入北京，而他在河北省大厂县的老家仍然有房子，并且老家的房子和发现尸体的现场距离只有3公里。他在现场周边生活了将近20年，他在乡村非常熟，并且下岗以后呢，他经常回来。这或许仅仅是一个巧合，这单一的证据并不能说明王斌与死者之间的关系。但是7月1日是一个异常敏感的日子，就使得侦查员警觉起来，于是对嫌疑人王斌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调查。结果发现，王斌名下登记的一辆轿车7月1日这一天进入过河北省大厂县境内，然后发现他7月1号这辆车曾经进过大厂，然后他的嫌疑就上升了。案发现场是一条僻静的小路，平时很少有车辆驶入，那么嫌疑人生活在北京通州，恰恰在案发这一天驾车驶入这样一条平时人迹罕至的地方。作为本案的重要嫌疑人，警方立即对王斌展开深入调查和严密监控，然后咱们对他们家的周围就是进行了秘密的蹲守。面对王斌身上存在的诸多疑点，大厂县公安局决定对其进行传讯。然而就在此时，负责蹲守监视的民警发现王斌突然消失在监控范围内，既不在北京也不在大厂。突然之间连续1天2天那车没了。通过查询他的行车记录，警方发现此时的王斌忽然出现在辽宁省丹东市。这一变故让办案民警顿时感觉嫌疑人似乎有潜逃的可能性。因为他嫌疑性已经非常大了，你要是再不下决心把他控制住的话，有可能就是再跑，真跑了就真找不着了。经过反复研究、深入分析所掌握的证据，考虑到目前事态的严重性，大厂县公安局果断决定对王斌实施抓捕。12月20日，大厂县公安局出动警力，驱车800公里，远赴辽宁抓捕疑犯。这一天，距离发现陈玉梅的尸体已经过去了将近5个月。别动啊，警察！别动！快点！在辽宁省丹东市的一个小旅馆里，民警同时抓获了一男一女2名嫌疑人。经过审问确认，男的正是王斌，而与王斌在一起的这位女性名叫王丽辉。随后警方对两人进行了隔离审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王斌。身份证号？所以说你把他叫过来。没，这个没，在你，我告诉你，那是没用的。你也省事儿，不是，那是没用的。他说他的，你说你的，啊，你也没必要。他也会说的，你也会说的，这早晚的事儿。在对两个人的分别审问当中，王斌的表现并不主动，与民警打起了心理战。而与王斌的表现截然相反，
王立辉所供述的内容却大大出乎民警的预料。咱们问他知道带你来什么事吗，然后他第一句话就是把人杀了。什么时候出做的事儿啊？上个星期一。我当时吓一想，这女的胡说。大场县公安局发现陈玉梅尸体的时间是7月23日，根据通话记录推断，陈玉梅的遇害时间是7月1日，距离抓捕嫌疑人已经过去了将近5个月，但王立辉所供述的杀人时间却是上个星期。然而随着审问的深入，民警发现情况似乎并不是他们最初判断的那样。后来慢慢说，他说的一点一点一点点非常的正常。有个叫情话的。叫什么？情话就是一个网友。嗯用什么呀？我要请他吃饭去。在半道上他退出，就说他有钱挣的那么能，这不是吗？说着完了就是说，一开始就没寻思说杀不杀的就那么说，知道吗？最后没办法了，怕他告我们，你知道吧？完了就是他就动手了，就这点事。谁动的手？王斌。这是我看见吗？坏了事儿，坏了事儿，又出现了。嫌疑人看似不经意的供述，却引出了另一起不为人知的惊天大案。那么，这又是一起怎样的案件？被害人是谁？尸体藏在哪里？明天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平安365》《死亡约会》下集。2016年8月25日上午，天津某单位一名清洁工的手臂被卡在便池口。天津市公安消防总队消防开发支队新昌路中队迅速赶到现场救援，消防员利用切割机对便池主体进行切割，同时用纸板挡住清洁工身体，以防飞溅的火花对其造成伤害，随后用锤头凿子将便器一点点砸碎。经过半小时努力，被困清洁工的手臂被顺利取出。事后了解到，这名清洁工在打扫便池时伸手去掏掉进便池里的东西，不慎将手卡在便池口。平安365提醒大家，如有东西掉入便池，应借助适当工具，尽量不要徒手去掏。但若仍遇到类似被卡情况，应先用肥皂水或菜油润滑手臂，再迅速小心拔出。